来顺利来接钱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启源。我搞电话，咱来启源，咱今麦聊天听三个人呀。蔡英文，你不会，你不会，你不会，三个。所以咱，你不会，咱的目标就是讲，咱提名拢要当选，好不好？啊，不但咱提名当选，咱进步的力量就是咱的三个，佮加上咱支持的活动的，你不会候选人。拢爱当选，好不好？啊，进步力量当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国民党袂当互伊改盘了，好不好？安尼，咱才有法度来整合，才有法度来从事咱的转型正义，来改革国会，来改革咱真侪乘客、真侪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所以伫遮。